偷拍裙底色狼话：好嘢，欣赏下。你看他们对什么呢？好的东西就欣赏而已，看一下而已。偷拍裙底的男人被捕之后，仲喺派出所狡辩。你现在又改口了？没关系，这个验伤门的事情出来了，你看动手里面的受害。被偷拍的两个南京女大学生好嬲，他们上个星期二穿着短裙在街，发现被偷拍，足足追了300米，捉到个男人。虽然他开头死口不认，但公安检查相机，发现还有几十张其他女人的偷拍特写。下次你拍了没有？应该会有。他不认都不得啦。